第二道牵引考虑在这个展平滚在这第二根或者第三根的位置之间加一个。然后这个浮胶的胶滚，它的滚面比这个片材太宽了，这个宽就可以把这个浮胶的胶滚要做跟这个片材差不多宽。然后下面那个本身这个除胶滚啊，侧面要加刮刀，要不然侧面有胶，或者把除胶滚也做短一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除胶滚的应该加一个轴承座，看到在轴承里面转除胶胶滚。片材的第二道牵引主要是起辅助作用啊，正常运转的时候它不要工作，换卷的时候它要工作，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做一个第二道牵引。目前整机运转还算平稳，等一下那个换卷的时候再看一下子就知道了啊。现在限速度是多少啊？5米啊。